首先，先关心来自嘉义县的消息。中台湾同性多海洋音乐会海之夏季，七月十五号起连续两个礼拜就休假日登场。国立图书馆以阳光亲人造型为活动代言，邀请全国民众来当就去林码头嗨一下。今年海之夏季以海洋乐园为主流，推出四场的大型晚会，包括七月十五号武力全开演唱会，而且今年金曲奖最佳国语台语女歌手艾怡良、曹雅雯开唱。七月十六号，纸风车剧团带来经典剧本《魔法书》威力加强版。七月二十二号，演唱会有李千娜、And Lover 和张三李四。七月二十三号，五八三幺乐团周兴哲和郭书瑶阿弟演出。十五号三点的时候啊，彩街的时候，重机超跑、海盗还有美人鱼，全部在东石街上彩街开始启动我们的今年在家下下轿。最主要是我们白天让他，小朋友就是有夏季玩水的活动，那晚上就是年轻人有一个音乐会，那等于是把夏天这样一个这个推到最高点了。同时七号也是国立中观六十三岁的生日，主上乡长刘景祥和观音观当配灵，在中观地俗结束时替伊庆生，中观海关嘉义成功翻转。光复也表示，有人冬天下晡两点到暗会结束，东石国中到东石西林码头之间有规划免费的接驳公车，每三十分钟发车，尤其也能选择坐台湾好行沿江滨海线的公车到活动会场。另外，参加沙滩排球、棒棒好球、斗牛大赛、康康活动的游戏民众，能先在官方网站来报名。真心靠姚红嘉义县采访报道。